喜不喜欢到山上去玩耍呢？在山上啊，不只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植物，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哦。今天的唐诗就是一首到山上去玩所写下来的唐诗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看看吧。山行，杜牧。远上寒山是景象，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呢？答案啊，就是秋天。因为诗句中提到了红色的枫树，当枫叶变红的时候，就代表秋天来了。小朋友，这样都了解了吗？